身为法科师傅的我，很多人问我世界上有没有鬼，我只可以答我信有。而见不见到，相不相信，是一种缘分。有人面对鬼会害怕，但亦都有人命中注定与鬼同行。雷鬼听拍摄怪谈，我不是要证明世界上有鬼，反而我是想说，其实我们做人是不是需要怕鬼呢？所以怪谈摄制队的工作人员经常都说，讲鬼故不是我们首要的工作，聊事斗非才是我们的任务，而最重要的是你够不够胆聊他们。今个旅程，我哋怪谈摄制队会去到泰国、越南同马来西亚，闯入东南亚一啲经常同鬼打交道嘅民族。当中，我哋亦会以非常嘅手法同埋态度，近距离咁接触到灵体。越南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，即使当地的人相信鬼神，但都是不能够四处张扬。虽然越南不是很多华人，但自古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，所以不少仪式习俗几乎跟中国传统相当近似，甚至一些将近失传的古老仪式，在越南一些山区的民族仍然继续奉行。佢呢一個地方咧，嗱，仲保留咗好多傳統性嘅嘢嘅，係越南呢度先有嘅。咁我哋中國咧，以前咧，譬如咧，你個水叫祭休，即係我哋好似七月十四咁。但係佢就唔係指定個節日喎。咁佢做一個祭休，就俾一啲百家姓啊，或者無主孤魂啊，咁啊，同佢哋做一啲嘢咧，就等佢能夠超度啊、施食啊咁，亦都同佢哋做祈福喎。呢啲即係洋人做祈福。咁啊，但係有一樣嘢咧就。他們做法都還是保留了以前的傳統性，那是怎麼樣呢？用血祭。在1817年的時候，這條村的村民曾經以河為生，但是後來就被迫遷，要去到陸上生活。當時他們為了祈求上天，讓他們永遠可以佔有這個土地，好好地落地生根，所以就开始举行这个万人血祭法事，希望献上他们宝贵的财产，活生生的牲口，而令神明保佑他们。在这个万人血祭的现场，在当地是非常盛大的法事，会连续举行五日四夜。万人是指村民会先召唤各位祖先来到法事现场，而血祭就是指宰杀大量畜口，以鲜血去祭祀祖先和各方孤魂，希望得到他们的保佑。以鲜血来祭祀，在从前的原始社会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仪式。古时的巫师认为，每个死去的人都会有一股怨念，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妒忌仍然在生的人。所以传说认为，每逢鬼节或者严重的天灾人祸，村民都会杀生，
以血在驱邪祭祀用途。据讲几百年前，村民更加会用人来做祭品，他们会先将这个活祭品倒吊在高架之上，然后斩去他们的头，再将尸体绕村行一圈，透过鲜血去进行祭祀驱邪。后来渐渐改为以畜口作为祭品。为求自身平安，就要牺牲畜口来作祭祀，对当地村民来讲是理所当然，但对于我们来讲就不免觉得过于残忍。怪谈摄制队马不停蹄，继续向越南市中心进发，搜罗当地更多歧视悬案。当中繁华都市的背后，依然隐藏着一个个令人不解心寒的故事。以往的越南对于鬼神之说比较忌讳，一般人在处理亲友丧事的时候，都只会做一些简单的宗教仪式，藉此超度亡灵，希望他早日安息投胎转世。这天我们怪谈摄制队就来到越南市内一间殡仪馆，我们见到的是死者的家属和先人一同在灵堂吃饭，以作送先人最后一程，令先人可以安息。但是随着近年当地政策逐步开放，殡仪行业亦开始提供形形色色的新服务，其中有一种类似我们中国文迷的仪式，最近就在当地大为流行。不少意外死亡的人由于突然离世，死前未能留下遗言跟最爱道别，这些枉死之魂往往会被视为冤气太重，难以投胎。一般人对死亡相当忌讳，但是当死者是自己最亲近的人，往往可以打破恐惧的枷锁。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每具尸体亦视作自己亲人咁照顾清洗。他们表示，想到每一个人当化作灰尘前的一刻，竟然是由一个陌路人为自己作最后的全身清洗，不禁感到唏嘘无奈。曾经有越南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同我们讲，感觉到鬼魂流连在死亡现场，因而令到他们的家属担心自己突然逝世的亲人未能交代遗言，所以就请文米斯请亡魂上身交代遗愿。在机缘巧合之下，我们怪谈摄制队获准参加当日一个丧礼。师傅，这里就是一个即是越南人的丧礼，他们现在正在准备在文礼，我们可以进去看看。好啊，师傅，咁行啦。这个招魂仪式和中国的文礼非常相似，都是要先请家属上香，再由拥有灵力的法师请亡灵直接附身。
應該係到咗啦。佢而家喺度睇緊附近嘅環境咧，好生疏咁樣，上翻陽間咁。停機唔係，佢而家上咗，上咗，佢控制唔到啊，控制唔到啊！咩？都冧，都冧啊！佢肚餓，佢食嘢佢。最都係離開，娶咗你之後咧，就冇一日好日子過嘅，搞到咁樣，而家就死到好難睇，就好難咯。娶老婆，即係想去老婆落地。佢話想喺下面娶個老婆，想娶多個老婆先。話佢老婆生前對佢唔好，而家落咗下佢討厭啊，而家想下面娶個老婆。